我们这个巡回赛的杯赛打得比较快哦，因为有遇到双十连假，可以多打，当时可以多打一点杯赛，所以我们今天礼拜六就可以把杯赛打完了。今天是火焰兄弟杯跟大钻金币活动铁锤兄弟杯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抽金管了。这一次总也要给我一点新的东西了吧？对吧？哎，我现在的东西不够。商店卖的东西也很烂。那么 RMX 的巧克力岛第一种跑法 R 的版本，这种比较古老的赛道其实都颜色有点单一，比较无聊一点。无聊到我其实都没有什么奖金哎，我一样，谁把另外一个，谁把另外一个南瓜给打掉了？我刚才都没看到，我刚才都没看到有什么东西把那个打掉了，我自己也没撞上去，厉害！这是魔术，第二颗没吃到，可惜。确实的状态一样，我没有用到票券，哎呀！普通的啦，普通的啦。下一关，怎么黑屏呢？还好不像 Super Mario Run 那样子会荡掉，它是有反应的，好吗？来吧，这一关是 N64 的巧克力山，这个是没有的。没有任何加成的，非常原始的。话说这是巧克力山，为什么地看起来比较像是黏土这样子，不像巧克力？那个巧克力岛也是哎，都不像巧克力，材质不好。撞一下，他撞起来，然后又给你打一下，哎，完美连断。哦，被砸了。哦，从中间正中，从中间直接穿过，少得了一点绿金币。哎呀，怎么刚才没有甩到尾嘞？后边这个怎么也没甩到尾？右边，没反应，没关系，我还有道具票券，道具票券也没反应，吃我黄。黄色香蕉，
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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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没？我们的成长，我都在记录自己的成长啊！荒野，所以说为什么马车发送的日落荒野并没有变晚上？这方面就比马车错还要烂。站出来说话，来一个版本。车座上还是有豪华之处的，第一点跨赛道比较多，第二点比较有变化，还有狂热这种东西，无限放道具这种，不要在其他游戏上乱这样子疯狂放道具，都会上瘾。站在这里很不错呀，我是正统玩法。最后一关了吗？没有错，不要失控那么简单吧。这一关非常有印象，对，当时我还是使用作弊打法，现在我不再使用作弊打法，我都用正统打法。因为我的能力现在已经很强了，超级强。看到没？看，我还是三颗气球饱饱的。结束了。今天的网速有点慢了，
车，你们两个人车一点一样。仍然还是罗家宝宝取胜数量最多。来吧，加星星。没有加星星，也不是新的。这个一等说明了我没在使用。难受，哎呦，这只角色好像不知道有没有，应该是有吧。我都忘了这部分。对啊，今天网速怎么跑那么慢啊？我击倒在赛道上面的南瓜灯两百次啊！我完成两百次。我这一只我已经拥有了一等的，所以我也没在用。哦，还要给我十张！天哪！他又给我十张哦，哇，还有269张要花。Let's go。给谁我已经忘了。马里奥已经满等了，这么一来。好吧，先碧琪公主吧。我早就忘了我原本在生谁，这些都无法使用。我有一张加速票券，等一下来换一下阵容。这个我不记得了。好像有少拿啊。对啦，我有少拿。我看到我少拿的钱。403，这个还可以，这个还可以，403还可以。这么一来，我们可以买一张角色票券，然后重置它，然后把这两个给买了。然后使用它，网路，然后升等它，蘑菇大炮加 get 到了谁，然后车满等。不得使用，车满等不得使用，车也满等不得使用，很好，随便花在一台身上，谁？
或许是你。大赚金币活动，有请我们刚升等的、刚获得的、获得没多久的三明治。迅速带过，你们怎么可以全部都给他踢掉啊，都没留我。到一个，还因此自爆，会有越差点自爆。各位后期要看我自爆啦，这一个影片的后期就自爆。用不到啊，就蘑菇满天飞也没有要干嘛，我车还飞到半空中啊。没有新纪录，有请下一关。IMAX 的巧克力岛第一种跑法 X 版本，跑来第一名放这个干嘛？重大失误，错失了得分的机会。下面那个花花究竟我们这样子正常跑，它会咬得到我？是不会啊。不行，我要把你打下来。干嘞，没把你打下来。哎，吃我尾巴！巨大花花！哎，靠杯，怎么是喇？怎么不是喇叭仙？我差点吃到他的三重香蕉饼。前面那一只超大。啊！谁打掉了我的红龟？也吸不到尾流啊，无法获得尾流哦，难受，想哭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一关啊！啊，这版本，这个简单派，我等
级超高啊，等级高到不得了，好不好？下面那一只库巴还要大，猫库巴。得分时刻，我要一直打前面那一只，打到一直得分。好爽好爽好爽，就一直吃我那个，他怎么没有一直看不到，他应该要自撞啊。好，再吃一点香蕉了，吃香蕉有益身体健康。没有三次狂热，可惜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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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取得第一名之后，加上加成，总共12000啊！哦哇哦！创新最佳纪录，因此。看见了我的进步，那100分，哎，应该没了吧？动作快啊，这怎么那么卡？啊 ？What the fuck？ 现在什么情况？我刚才三个按钮都按，结果他最后是再来一次。对不起，我要直接退出了，不好意思，没时间，我要直接退出。好啦，今天终于玩完了啦。怎么今天网络这么烂？什么情况？5张角色票券，用得完吗？也应该是用得完吧。快点，动作怎么那么慢？任天堂，一个已经拥有的还让我等那么久。算了，我要直接 ending 在这里了，不然好慢哦。我要边做我该做，边升等边体验的。今天就先玩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一个巡回赛，万圣巡回赛再见，大家拜拜。卡死了。